会有倦勤的念头，是我想说哈，如果我都固定在这一班的话，那其实他们的成长都很有限，难道我要陪他们一二十年都是相同的状况吗？就是没什么进步的感觉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会有想说要换工作。有时候还价无法度还，但是就是我会想阿你讲，我饲一个嘛，现在饲十个嘛，饲一百个嘛，饲只要我能力有够，同样性质的家庭很需要人帮忙。35米，就到这个道路这样子，建筑这边就是991平，但是我们总工程费哈，大概要9987.9万元，差不多1亿了。对对。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加油啦，只有一半哎。那个阿公要走了，他前个月前手把我拉着，要领导，我大概不行了，过来去三个交给你，我说我会建立一个家给他们住，我有答应他，真的那桶他该修。每天都在想，有时候那一幕，阿公交代你，先把手冲湿，手冲湿，好，关起来，搓一搓，好，来，把泡泡冲干净，好，放着，搓一搓，手心搓一搓，手背搓一搓。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吸引他们注意啊？不太容易耶，因为他其实他现在看不到，所以他有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他就会想要听外面的声音这样。他现在眼睛其实他白内障很严重，他现在只剩下光影而已。你同意？还有这边搓一搓，好，重聚。这间位在嘉义民雄的弱助儿智能发展中心，白天有30个智能障碍的孩子在这里接受照顾。会有倦勤的念头，是我想说哦，如果我都固定在这一班的话，那其实他们的成长都很有限，难道我要陪他们一二十年都是相同的状况吗？不是，是刷上面的牙齿。擦一下，好，拿起来，擦另外一边，好。如果你肚子痛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跟老师说你肚子痛？要摸哪里？说肚。东印瓦利啊，来，手冲湿之后，拿肥皂搓一搓，按冷一揪。这些他们都是类似大七岁的孩子，3岁以下。验一下，可是他没办法真的刷干净，我们还是要帮他刷干净。老师，你在那边服务多久？快10年了。你要去操作复健机吧，去不去做复健，好不好？可是你怎么样鼓励自己，让自己又继续坚守在这个工作上？阅读，还有去参加研习。有些发现那个专业方面的研习啊，我会自费去参加。有进修的时候，那时候感觉是比较有活力的，好像就是在充电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有转个念头，就是说我就陪他们一起生活，我看说他们到底能进步到什么程度，然后我自己也在生活。那我们班有一个唐氏症，2个听障的，这是完全听不到的这两个。哎，真的要注意，真的是没注意。啊，你尿裤子了，来，我们去换裤子，走。这个都已经相处，就是10年了。牙齿没有刷干净的话会怎样？
牙齿会流血哦，有点像是弟弟啦，很像家人的感觉。衣服放后面，走。哦，冬衣，对，它蛮特别。后来有同事在讲，我才知道说它是领养的，我觉得蛮了不起的，因为一般东方人只喜欢领养正常的小孩。大部分只喜欢领养正常的小孩，然后林爸爸知道他是身心障碍者，还愿意继续照顾他。林爸爸有点像是我们这个中心的精神领袖。给爸爸吧，给爸爸。不给了，给爸爸现在。不给了。你有没有给爸爸？他是林鹏辉，是若竹儿的创办人，同时也是终身义工。35年前。领养了极重度智能与肢体障碍的弃婴东义，还有10分钟啊，放音乐快点，放归墟啊，好闻听啊不？好。原本经营机电事业的他，就此改变了一生。我一个东义都已经足烦啊，有时候烦到无法度烦，但是就是我见到那个是阿公他们的家里有3位，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哦。那你就尽力而为啦，养一个是非常的辛苦的，真的啦，拉里拉扎的工作非常多啦。但是这三十位，我的认为是说，我养东西一位应该没问题。同样性质的家庭很需要人帮忙，我的想法就讲，我饲一个嘛，现在饲十个嘛，饲一百个嘛，饲只要我能力有够，当然这一个都艰苦，30个更加艰苦，当然100个更加艰苦。但是这个过程痛是会啦。但是我想是欢喜做甘愿受啊啦，背娃娃背住，不要让娃娃掉在地上啦，哇一下啊，来，到儿童乐园开什么车？好来碰碰车来，可以碰到别人呢、啊，哟哟，哇500座的很好。哇，打到人要说对不起啊！好来加油！不要一直哭。他眼睛有白内障，不能一直哭，哭了会眼睛会瞎了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 ，no。来，再一次。来，再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自己发现又不能生育嘛，那就很着急。有一天晚上，我那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有一个刚出生7天、1800公克的弃婴，要让人家收养。我跟我先生很高兴，结果明天去就看看，就把他抱回来了。无啦，爸爸要笑你啦，爸爸不会不要你啦，你莫烦恼啦，爸爸不要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直哭啊！不要哭啊！你不要哭啊！看前面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这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赢到东义的抚养权。来叫妈妈，赶快啊！哎，不等你，爱洗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等一下要不要洗澡？我讲先，好。带回来的时候，一直吵，很不好睡觉。我们晚上都轮流抱，可是我们觉得那可能是感冒还是什么。然后我们再带到那一家，第一次去那一家诊所，医生晴天霹雳，他就批了我一下，说你这个小孩以后不正常了。我们那个礼拜都吃不下饭，也没有办法睡觉，就想说不正常，我为什么会去抱一个不正常的回来？为什么是我？
为什么是我？我还不放弃，我还想说，能不能将他医好？全省跑脱脱，就是还要再希望能够把他医好，花了很多钱，一家一家医院去找。我先生就跟我讲说，养吧，就这样子养吧。在跑医院这个当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认命了啦。老天也要让我们做这个功课。那我们就把它做了，把它完成了。毕竟它是一个生命嘛。你觉得是什么样？他们没有想到说我真的被选中了。我妈妈在两年多前就过世了，就她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三个人。我妈妈在担住台湾，她说有子有子命，无子天注定，你们要接受。我心中最大的痛，我们有能力教育他，但是没有给我机会栽培了，真的是蛮痛的，真的。董宇七岁的时候，我带他去学校，我要让他接受教育。那个老师说他不要，他不愿意的，你要在这里陪他。我告诉我先生说，人家不愿意收，然后他就说，要不然我们。几个家长一起的，我们去寻找那个同样有这种家庭的小孩哈，组成一个机构这样子，那自己来教了。你给我亲一个。哎，爸爸来，爸爸妈妈亲一个来。再一个好不好？所以要成立这个弱智儿，本意就是这样子。我的囡仔教过会，哎，慢慢去教好较济，因为我逐工遐，能改的马上改。别的事情做得不好，可以再改，但是这个照顾这个区块，我绝对袂使马虎啦。这几年来，我所发觉的，70%-80%的家庭状况都不很 OK。东医的白内障没有治疗好，而且永久健也没有起好，我实在是目睭要磕，我都磕袂落。都固定礼拜三的，就是礼拜三，就免费做给孩子吃。对，还有豆浆，啊，豆浆有一个卖豆花阿姨提供的豆浆，给我们两个。他没有空来，所以是就我帮他带了。我给小朋友吃完之后，我就去夜市。今天要跑夜市啊？来这边一次要做几张啊？其实还好，10几张。对你来讲很快哦。就所有的那个，其实很快。说精神舞是哪一位？没有了，是自己乱叫的。蛮帅的啦。你平常都在哪里做生意啊？平常在夜市。都在嘉义这边。对。哎，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？那时候一些机会啊，就刚好参加运动会。有看到那些小朋友，就觉得好像还不错了，就觉得蛮看他们这样其实。上去表演蛮开心的，然后就自己想说那有机会的话来做做看。现在一个月来一次。其实这个小地方凝聚很多周遭这些有善心善念的人聚集到这边来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从中坜那么远也愿意踏进这个区块，就是这样。曾经有想过就是我要去环岛。环岛哈。
关到那个健康兵的那个弱势啊。是啊，对。欢迎回台湾，我半时间跟你来。你好，来，好，好。谢谢，你好，你那个哥哥，谢谢，来，罗姐姐，来，哥哥，谢谢，罗姐姐，来，罗姐姐，来，罗姐姐，哥哥，谢谢，哥哥，谢谢，来，哥哥，每个月来欢迎夫人家，你欢迎吧，谢谢，哇。他还会跟你打招呼哎，他认识我，最开心的时候。他认出你了。对对对。将来的房子是盖这样子，我们就长方形的。对对对对对，991。我们是991，就是两层半嘛。我们的那个头卡板三百几，370。室内装潢啊，还有消防啊、空调啊、景观啊，都算进去了。所以我们还要再努力加油，因为我们现在经费只有一半。每个家庭就有一位就很痛苦的啦，所以我深深体会到，我会把下半生的力量都放在这里，更包括我的太太。以我们基金会目前照顾的服务对象啊，也有单亲的，也有单亲妈妈带两个，还有一个妈妈也是不 OK， 也有两个女孩，也有那个没有爸爸妈妈的。我一想到说，一个没有爸爸妈妈、没有亲戚朋友的，就像我东义，我有一天我跟太太扯，东义也没人照顾，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再困难，我要把它都完成。等一下，那个奇形怪状就是我们做的。对，你看小朋友做好整齐，好专业，做的比我们好哎。谁来教我？教董事长，你们都是老师哦。来，其实他们是他知道怎么做，但是表达有点比较不会表达，因为我的本业是制茶业嘛，我是经由我妹婿介绍认识若竹儿。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人的支持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林爸爸、林妈妈他们是一个很诚恳的人，他们有领养一个智能障碍的小孩，视为己出，抚养他长大。那我觉得，哎，这对夫妻真的很不错。然后基金会的运作也看起来就是很正派，所以我就先加入了董事的行列。有一些地方他们很好，可以给我们若竹儿做一些义卖。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全日托，就是说小朋友可以在这边托付到终老，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弱智者的家庭，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依归啊。那全日托所需要的经费高达上亿，我们现在的经费啊，就是有一半嘛，大概5000万可以运用，但是我们还是缺5000万啊。所以我想要在我的任内，在这3年当中，我把全日托完成，把这些小朋友安顿好，然后照顾更多的这些弱智者家庭，这个就是我这一任的愿望，我一定要把它完成。林爸爸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说话来看看炳涛，啊，你爸爸林爸爸不？你爸爸不？爸爸，把你点头，好，完了完了好。因为不忍也不舍亲人受苦，自然就会启动爱心，走进同样有着智能障碍孩子的家庭。林同辉要点滴汇合家长们温情暖暖的爱，并且转化为自助助人的力量。来，对，平浩有其他兄弟姐妹吗？有，有一个姐姐，就这里。听爸爸啦，可以的，暂时。他暂时。开金口了。哦，今天开金口，叫我。来。啊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台湾公会出来任何一家大医院丢了，哦，哪一家我们没有去过的？早年我嘛都做比较蛮久啊。去水里该做的该做了，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了。我写下来表达，哎，没有对不起他，真的没有对不起。父母先打开拢小康，都一样。
我一定跟姐姐讲，爸爸妈妈全心全力拢投入一支笔架，你一定爱跟你学习。我从来不给了姐姐任何的压力啊，我讲，你有你自己的人生，你有你自己要走的路。也许有一天，某个人可以去国外工作，甚至愿意去国外都有。对啊，那我怎么可能用一个弟弟去把姐姐所有的发展都给绑掉？而且姐姐真的是从小就一直很独立的，她也知道爸爸妈妈真的为了这个弟弟付出太多了。未来我希望我这个前日多这个中心起起来，她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。我总有一天我会走的，甚至有可能明天就不在了。我希望。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也让他有一个可以终老的地方。这个中心来电，我不一定出足济钱呐。但是只要中心有任何需要我们家长配合的，我自己没有能力监管，但是我也有我的人际关系，我也当天找我一些亲戚朋友、好朋友、外客户，大家可以来共享盛举。长官，我们借大家的双手，我们来见证爱心商店开幕的这一刻。剪彩仪式开始，请右剪。很爱心不落人后的白雪食品门市董事长蔡朝进董事长，大家热烈掌声。要捐赠，一点呢，经费很低，我们做足够，帮助他们呢，用家的呢有力量。免费提供场地，成为若竹儿智能发展中心的第一个义卖的实体店面。捐助的实业家却认为自己得到的比付出去的更多。这个没有舍，只有得而已。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舍，我没有拿什么东，没有拿什么出去呀。我得到的是帮助别人的快乐，舍得这两个字，应该说并没有舍，但是我就已经得到很多了。见证一下，我来客户帮助他，他就可以发挥照顾更多人的功能。我们现在要盖房舍，而且缺了一笔钱，我会把这个工作承担下来。大概我计划在两年内把它盖好。三千人是有知道这讯息，多给很帮忙吧。好啊，打开心胸，是天下人为一家亲。在林鹏会的带动下，大家同心协力来为若竹儿建立美好的永久家园。虽然任务辛苦，但只要用无私的爱来成就，便会有圆满一切的力量，让多苦无常的世间看见希望。停一下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前面。不要紧，你不要插嘴。